的。这个发布了将近一年了，价格还是这么坚挺。G-Master， 它有哪些功能呢？看一下，纳米抗反射镀层二代，拆一个镜片两片好像是，超级 ED 镜片有两片三片，一个 C 线性马达11寸和11个叶片，然后这些光学防抖适配针距镜，是不是要搞个两倍的针距镜呢？氟化物涂层，相机响应 MF 对焦锁定，还有相机自带的那个底罩和那个遮光罩镜头带，还有一个那个挂绳。这个生产日期看一下啊，2022年7月份的生产地址呢，泰国的，他们说有一批是苏州的，有一些是日本的。这个大炮还是挺长的，以前考虑100到400的，那个重量差不多，价格要便宜1000多块钱，好像便宜一点点。
另外一个句子上了1135，这个是1135，更多更多更多。那盖子是这上面的，那不是不是，这个是吉他是上面的。这个字叫，然后放在这里，是这个，这么写。Thank you.
Thank you.